吸湿排汗，抑菌除臭，零离子系列，恶名昭彰，打造最强大机能服饰。阿管道目前有多少女粉呢？我觉得每天晚上来看台的女生，不要讲太夸张啦，不要讲太嚣张啦，哦，毕竟对不对？但是我是觉得我们的女生应该有12%到15%上下左右，哦，真的，不信，你是女生，请按4。干嘛担心我聊天室里面是有没有女生？很多女生啊，你看，谢谢董内，谢谢董内，谢谢。我相信是非常多啦，哈哈。哎呀，你看一下，真的。中立馆教练，员工价。我们不是有给你那个折扣码吗？哦，没关系，这个我再来问。员工价，好了，我再来问。哦，多少？我再问主管。好，我们再10秒钟，我们再20秒哦，20秒，赶快按。20秒后，我们揭开这个。现在你看看，我看一下，什么？你是女生，几个百分之35是什么样的一个，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？哦，每3个看台的就有一个哦，所以现在4400就有1/3嘛，要求哦，1/3都是女生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喂啊，笑死啦！哎呦，笑死啦！瘦子瘦身就是要增啦，你就是还是要一样东西呀，你就是要吃高蛋白啊，吃好的肉类啊，牛肉、鸡肉、鱼虾、海鲜。哦，蛋，哦，牛奶，如果你不过敏的话，我、哦、多吃一些，哦，像酪梨啊，哦，像一些哦大豆蛋白啊，哦，然后多吃一些青菜啊，少吃一些不好的碳水化合物哦，然后吃多一点白饭，你就练着就上来了。哎呦，真的很多女生，为什么你们都不信呢、啊？为什么你们都不会信呢、啊？啊！谢谢70块的抖内，谢谢。为什么你们都不信呢、啊？啊！真的是这样，女生看我台很正常，怕我难过。啊，不然我反过来，干老师哎、欸，来哦，看清楚题目哦，谢谢董内，谢谢。你是男生请按4。干你娘嘞！哦，看清楚题目哦，你是男人，不要说男生啊，男人，好不好？请按4，好不好？也就是女生按否啦，你看。你看，还有22%，你看，是不是也是1/3啊？是不是接近1/3啊？是不是？
对不对？啊！牛奶花生味再出吗？花生牛奶就不好赚，然后我们花生真的放太多了，然后就你要涨价吗？你就没有竞争力，那你不做，那你做出来吗？他不会赚钱，而且现在他原物料有点涨，所以呢，我们到底要做不做呢？我就很，然后一个 MOQ 量起订量又那么那个，然后你卖呢？哦，反正我是觉得这种东西感真的很难赚。你们真的要吃，我要赚啦，啊，赚的不多啦，而且一罐就赚几块钱啦，几块啊通赚尔。你做量的哦，一罐拢达赚几块啦，差不多一罐差不多可以赚个三四块钱，就很厉害的。一罐能赚三四块尔，就搞啊。卖贵一点哦，卖贵一点，搞不好你们都不买了啊，嫌贵啊。对啊，啊花生不放那么多就不好吃了呀，就不好吃了呀。请馆长教我自领是什么？这句话自什么？治什么？馆长教你治胃，教女生治胃哦。我又不是女生，怎么教你治胃？啊？治胃啊？你说洗菜瓜布吗？对啊，你说洗菜瓜布洗很快这样子吗？自我防卫啊，自我防卫啊，哦哦，防坏人啊，防变态，防聊天室这种变态啊，哦，了解啦，了解了解，啊是这样子啦，哦，防申诉啦，哈哈，哎呦，误会了误会了。啊，误会了啦！哎，误会了。啊，教一下哦，我很懂啦，我不能在这边教啦，我在这边教，隔天上新闻，馆长公然教女生自林，自林是不是林志玲吗？馆长自林啊，馆长专门教人家自林，自林是什么？呵呵呵呵，干你鸟头好痛，咳一下他妈的脖子都痛欸，你妈的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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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头好痛，哦，我今天开会开好久。啊，苗苗啊，苗苗啊，苗苗来，给大家看苗苗来，你最可爱的，来，苗苗来，苗苗来，哇哦，苗苗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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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。又来跟大家聊天，苗苗啊，苗苗，嗯，嗯，对，你看我们家的椅子就是这样被他们抓烂的，谁都可以这样抓椅子，嗯。很可爱哦，可爱啊，可爱哦，很可爱哦。
啊，转过来。啊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他找我老婆啊。这个屁股很可爱，屁股圆圆的，圆圆的很可爱啊。来，抱抱。来，抱抱。最后给你们看我们家的猫咪有多可爱。来，抱抱。老婆帮我抱好不好？你们给我。给他看一下，爸爸。喵！哎，大家看一下，哎呀，不要踢，不要踢！嗯？哇，脸上都淋的吗？都是毛哦 ，shit， 这小木的斗内，我塞坑嘞。20号的预购商品是那个烤肉组。烤肉组没有啦，昨天最后就是月饼是月初八月初预购，昨天就是跟大家讲，就是那个 有女粉，也不算女粉啦，他们夫妻都是我的粉丝，啊不就是这样。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你这种事情哦，你来找我，我也帮不到你什么东西啊，说实在话。哦，我只能在镜头前面讲一讲，也没有办法帮你挽回什么东西。所以说，有什么事的，你来这边花点钱，花点钱抖内，谢谢33块，你把它讲出来，让大家去讲嘛，大家去听嘛，也可以嘛，好不好？谢谢88块抖内。干你娘！揪一下，他妈的脖子都快痛死了！干你娘！揪一下，我说我操你妈！揪一下，他妈整个脖子都哦。落枕啊！我跟一开台的时候讲我落枕啊。所以你不觉得我今天很特别特别僵硬吗？特别没有肢体动作吗？以前都跟大家聊天，就是一边跳霹雳舞啊，一边头转啊，一边他妈的是不是？跳着舞跟大家肢体动作比较夸张，你们今天都不怎么去动，因为好痛哦，稍微动一下就哦，我觉得转哪里都要这样转，看东西都要这样看啊。对啊。以前就是开播就是单手俯卧撑啊，倒挂啊，做腹肌啊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自己吸自己老二瑜伽啊，开直播啊，现在就没有办法，因为头扭到。以后有机会在屏东开馆吗？有机会的话，当然好啊。好啦，这两天我在找美女去跟大家直播，找美女去跟大家直播，好不好？这两天如果有的话，找美女跟大家直播，好不好？我们公司有一个要来跟大家接触的是女生。然后大家想要看吗？我馆长的公关啦，也是馆长的助理啦，啊，我们请他回来就是要做这个东西的，
哦，那明天可能就可以跟大家聊聊天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在想啦，应该因为大家都知道嘛，我的基本盘都是女生在看的嘛，所以可能叫女生来做直播呢，可能就没有人要看了哦。所以我想明天应该是没什么人看直播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差不多会剩下500个人啊，800个人看。哦，应该会没有什么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啊。